OK, Google. 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大家看到吗 ？Google Pixel 3 Trial， 我拿到了。其实我拿到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那大家也做了非常多的开箱跟实测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做的是，它里面有一个智慧拍照功能，它智慧拍照功能非常酷，你只要，比如说我现在马上拍，可以去寻找我的帽子。甚至是这只皮卡丘，甚至是我的猫，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这个答案。换出助理的方式是轻压旁边这样 ，OK， 它就出来了。我们现在需要它的协助，你就现在就让它说个笑话给我们听好了。它竟然有内建笑话功能，我们要看它的笑话有多好笑啊 ！Google 说个笑话给我听。好啊，暂时担心听不懂。那拜托你说个笑话给我听。编好了，雪人问隔壁的雪人说：“你闻到红萝卜了没有？”他自带罐头音效，哎，他的笑话有点……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来一个笑话可以吗？你看不见我的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说：“我能感受到你的泪，因为你在我心中。”火锅说。啊，原来你们已经这么熟了啊！到底是谁设定 Google 的笑话的？是谁？他在说笑话的同时，他的结尾他会给你一个特效，他给你一个音效。那给大家稍微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目前他后面也有这个指纹辨识，所以我当然这样子就好，我就已经解锁了哈。我跟大家最推的啊 Pixel 的这个功能，就是他的自拍广角镜头，他真的很广角，超傻眼。我那时候在。活动会场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活动会场呢，我体验一下它的广角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目前真的是内外镜嘛，帮我换成自拍镜。它现在的距离大概就是一般，你看我们现在我的相机、我的灯，然后优奈，好，优奈，你现在把下面那个拉到最广角那边。哦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变成这样，超广角，这个超广角超级厉害。你看我这个距离其实已经很近了，已经几乎是你们看，就是这个镜头，但是它已经广，它的角度变得超级的广角，真的很棒。距离大概就只有我一只手就这样。我再跟大家推荐第二个功能，来用奈你拿这张肖像，这张人像，这是人像功能，你拍自拍一张，它的人像拍摄会直接自动的做出景深的功能。但是呢，你只要调整一下，这是它原来的照片，可以自动景深，是一个自己帮你后置的概念。然后它还有这边下面就可以调整，你看哦、喔，最酷的是这个功能，它叫抽色，它按了之后呢，就会变成这样，只有优奈是有色彩的，然后其他都是黑白。它这边之后就有可以调整你的模糊程度，它可以自己帮你去背吗？自己区别我就是不知道啊，它还有自动美肌哦，是不是一个相当棒的功能？好棒哦，适合这对常常要在外面拍照的人来说，真的太方便了。那么基本的相机介绍就到这边，那我们要进入我今天想要玩的主轴啦，就是我们的智慧相机。它智慧镜头这边就有嘛，它就可以寻找我们的文字啊，还有。物件啊，那些东西去寻找这个东西。所以，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在外面，我看到了一个没有看过的昆虫，你拍下来 ，Google 就会帮你找。现在马上来找找看你右手边的衣服。好，我们现在找看右手边的衣服，搜寻到哦，他找到，他说我不太确定，然后他就找到了这个这些。那这样子就是以图搜图的概念。就是在他的相机本身就有以图搜图，那我们现在来找看看他找不找到优奈。哦不，他找不到。我们来找看他找不找到他们自己的无线充电器。他知道我没有在耍他，他直接说 Google Pixel 智慧充电器来了，上班啊！是我。那这边找到了 Kitty Cat， 他这样子搜寻就可以找到，是一只可爱的猫。大家看一下，他这边拍了这张照之后呢，他就可以找到他是一只可爱的猫咪。智慧功能真的很酷哎，而且他在搜寻的时候，大家稍微可以看一下这个镜头，他旁边会有马拉够了，
在搜寻这个镜头的时候，它旁边会有一些点点在飘，就它在探测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搜寻。OK， 介绍完智慧镜头呢，我们还有这个，它叫游乐场的功能。它在游乐场呢可以增加贴图，那这边呢就由优奈来操作好了。优奈，你看那个有一个贴图的表情，这个爱心可爱，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有点就像是那种 snow 啊，还是哦，它可以叠加，对，它可以一直加。它可以一直加，而且是它可以在录影的时候也使用这东西，而且它是 Google 内建的东西，超好玩。它你已经看不到了，而且它跟着你动，你看它可以移动，不是它可以跟着你，因为它可以自己手动移动，对对对对，它要的位置。那我要把你的脸打，为什么？耶、然后你看，你人在动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它那个物件是会跟着那个人的脸在动。OK，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的不专业简单的 Google Pixel。相机开箱，那我们就把它放我们的无线充电上吧。我还是觉得无线充电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动作。那这边再跟大家偷偷讲一个小功能，当它待机到一个画面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相簿，它就会开始播放相簿的照片。就要等它一段时间，它就开始播相簿的照片。那么我选择的相簿照片呢是2017年 Google 年终晚会。那么差不多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不要吝啬的点下你的赞还有喜欢，那也记得开小铃铛。对，然后还要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。也有很多人开箱过这支手机，也可以大家去看其他人的影片哦。那么今天很谢谢优奈来担当我的敬畏架势。谢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们看，相框开始播了。来，我们就拉近给大家看。